店发现有些招牌灯没有亮，这不是停电。连锁便利商店全台4100间分店，为了响应减碳活动，关灯一小时，关闭我们的招牌灯一个小时，这样子大概可以减碳大概有超过3300公斤。减碳议题成为企业显学，连锁便利商店除了加入响应减碳活动，持续透过智能管理系统带动各门市降低耗能。这个节能减碳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也很希望都可以做到智能化跟自动化。所以我们在目前大概90%的店铺呢，有导入这个 IoT 的节能管理系统。那另外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店里头导入这个100%的这个 LED 的灯管。所以像在去年一整年呢，我们节省下来的这个用电量就大概高达到150万度。但全台便利商店密集度高，又是24小时营业，如何落实从关灯到保持冷气温度都能有显著效果？我们的冷气就会维持在26度，确定机台的温度啊，随手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电源。例如说开放式的冰箱啊，它的回风口要保持它的畅通。便利商店深入生活，期盼透过绿色行动触发民众的减碳思维。 TVB 的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